王劲峰局长今天实地视察和平新提供的一万多平仓库，这批仓库一共有20多栋，可以容纳稻谷9万吨以上，解决嘉南高平地区今年二期稻谷收割以后的储放问题。王局长今天呼吁农民及早收割，由粮管处尽量收购，不会再造成任何损失。